大穗莲花，我用的是双莲五福金纸，首先对折一半取线条，再往中间对折一半，左右往中间线折三角形，再往中间折多一次三角形。睡莲的花瓣是比较长的，另一边也重复。再把两边往中间折一 cm 左右，用玻璃胶纸把花瓣粘起来，一共需要20份，4份一组，把中间往滑面对折，把4张叠在一起，把5组合在一起，中间绑起来。花瓣平均拉开，隔着一页把花瓣慢慢翻起来，用玻璃胶纸粘起来，重复动作，把花瓣都翻开来，花瓣卷起来，这样莲花看起来更生动。稍微调整到你喜欢的样子，底部还有福字。喜欢的记得点赞、订阅与分享，爱你么么哒。